没事，他还在桥上。好，我也忘了带稿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不是二零啊，那刚刚。刚刚好，哇，二零这个套件组好酷啊！我进来了。那个，我在你后面射你哦。哎呦呦，可以可以，蓝蓝的。走光盘。刚刚。以前没有装，以前没有。下去，下去，二零偷偷潜入，二零偷偷潜入。有有有。二零在我们核心，他会挖到。他应该挖到一下。有，一下。哇，二零住手住手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不好啊。阿内蒙汤啊。二零。跌死了吗？嗯，好好好，跌死了，好像挖到两三下，两下，嗯，两下，小亏小亏。哎，我们可以在他们前线放一些西瓜，就可以补血了。好，你放，因为不是因为毕竟我们场优场优。好，场优场优。喂，被射下去了。现在弓箭就不痛哦，别射啊！我再放个绿宝石哦。弓箭只能牵制而已。对啊。哎，小雨在那中间干嘛啦？哎，我放东西哦，那个。好，好，没事。没问题。小雨在跑，你再跑。糖掉下去，糖掉下去。哎，小雨，小雨。我掉下来了，我掉下来了，没有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本来是射你哦，我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射是真的不是很痛，啊、还好，还是回得回来的，对啊，哎，就是浪费时间，目前双方僵持在这，我回去拿一些牛排，我们真的需要西瓜啊。他就我是指西瓜神殿，吃啊，你吃啊，西瓜神殿没见识，我吃到没见识。哎，他们前面很多人，真的需要多一点人。那个音乐我见识跌给你，哪里啊？哎，我卡住。哦哦，哇，他附魔中，他没有盾，他没有盾了，刚刚进去了，刚刚进去了，开始农附魔，刚进来了，家里进来了，在楼上了。射下来！有看他，刚刚他是走错边的，有他死，他死了。我回去买剑石，前面好过哦。中间我又放核心了，好，那就全套保护衣的。你说，插一件脚胶。有打到一堆他们的装备。你是哪边要放西瓜塔？嗯，我觉得就是占据的前线的话，前面的地方可以找个地方放。又被挖掉了。现在中间感觉已经被他们占下了，所以可能要先抢下来。看有没有人，哈基都在农附魔吗？等你们农完附魔。在前面的这中央的地方，可能侧边啊，或是靠我们的地方，可以放个西瓜，就可以补补血，还不错。嗯，是的。看一下哦，等他在上面哦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们又盖了一个密道给我了。哎呦哎呦，他们没有人注意到我。哎呦，钻进去喽！钻进去喽！挖掉！刚刚你看到了，你不要啊！你看错了。喂，其实还是可以附魔弓的，你们要附魔啊？只刮到一下，就是继续用那个嘛，用叠的。喂，不是，附魔再一下嘛。他无限现在有耐93，你只要两把弓叠在一起变普通弓了。哦，对哈，你用那个方法，对，就可以附魔弓了。哦、这个要用吗？你们觉得要用吗？不要！他故意就是不要给我们这样用吧？对，那就不要用了。嗯。那请问这样如何破解？如何不要让如何修改呢？地图制作的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的。搞不好他那个有设定说，你只要拿到一般的弓，会把你枪支弄掉，也有可能。哎呦，有可能是有可能。哎。好坏哦，各种。谢谢。
我试试看哦，合成，哎、欸，可以耶！我回来了、哦，就两把附魔的弓直接合上去，就这样啊，就变两把普通的弓，一把普通的弓。不行不行，口头宣导，不要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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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口头宣导口头宣导，作者要哭了，作者要哭了，他好不容易调出来的，结果，对啊，然后我现在就是站在那里，他举盾他举盾的，哎、欸，我又忘了带稿，真的很容易忘记带，没错，六千八。哎，我们没有放加分的省电，没有，都没有，现在都没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然后这样分数都刚刚投鼠标，音乐刚刚后面来了。好，打架稍微交给你们。云麦克对我来，我上去。稿子，稿子。跳跃防御。刚刚往家里冲哦，两个人，两个，两个，三个哦。后面还有一个、哦，哪里的最后的地方，他们都穿钻装进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下去下去，还有一个吗？有二零还在砍啊，二零加里二零加里，好没事没事，我嗯二零这条路我走过了，二零，哇要被挖到了，哎，卡在他前面挖还是有一下被破坏了，哎加里那个又一个装备了。下里一堆装他们的装备可以拿了。好好好。我拿去合成了。尽量合，我把它拿去丢掉。丢到世界外，他就会回到家里了。隐形吗？各种防弹是不是？啊，好多防弹哦。我现在全都是保护，防弹没用，因为他们弓箭就只有一阶而已。哦，保护你给你，就这件保护给你。我保护那个嘞，那个巧克力装备保护衣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比较是免洗的弓啦，所以还好。哦、进攻。保护。按一下，按一下。各种的。左手边，左手边是不是他们垫开的？左手边是我垫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想说多一点路，让他们比较不知道我怎么走。他们现在好像大部分都在家里哦。嗯，先回去买拿点食物。好，我破坏他们家的一些小核心。哎、欸、，OK， 是不是没有人买加分祭坛？还是这个张地图没有？没有人买吧？没人买，没人买，没人买。好，要不要买一下？我买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哎、欸，偷偷摸摸潜入，还没有人发现。尽量挖，尽量挖。哦，挖挖爽爽，挖爽爽，没有人发现，没有人发现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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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没看到，你知道我从侧边过去，然后沿路挖你们那些小核心，然后那时候那个杠杠还在捡牛排，我就从他旁边经过，也没有太边缘，没发现啊，太边了，太边了，超级边缘，太边缘了，太边了。小雨也在家里捡那个铁，然后背对我，我背对啊，对我们家就很背对，很缺资源嘛。我们超缺的，对、啊，好酷哦！年过，过年过，我弄了整套，我觉得中间变这样子好，好特别哦。嗯，功能不错啊，对啊，嗯、不错。他现在刚一开始忘了讲了，就是他功没有办法附魔，那当然他可能可以用一些方式破解，可是就不要破解，好吧？就是不能附魔，嗯。好，让功他现在功就是比较削弱一点，对，嗯哼。然后其他你们应该都知道吧？嗯，刚刚有提到，就是中间桥每次桥生成之后，很多的原本的像那种加分祭坛，它都会解禁，可以再购买。嗯，就一开始可能就两个，然后中间桥生了之后就可以再买两个之类的这样子。对，嗯，
然后，哎，你们有研究出那个吗？装备的存入、嗯？有有后面有。对，就是买那个。他赚的，对他点他就可以了。一颗钻石，对、啊。可是因为他也是亏两颗绿宝石，对啊，而且也不是直接穿在身上，所以就是看需求。嗯。啊！啊！土星。土星区，土星。哎，可恶！要土星出去，要土星起土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。然后我提醒一下你们哦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刚刚作者有提到。你要早点讲哈。来不及好吗？没有提醒那个 Game One Game One。太快了。这个是世界的下方，就是你如果摔死啊，摔到这里的话，可以看到有红色跟蓝色玻璃嘛。嗯。摔到红色玻璃的话，你的装备就会。资源回收到红方哦，他搞的什么东西？对，想说哎、欸，是不是丢下去资源回收就有？可是有时候又好像没这里了哦，资源回收站啊，中间那一条是什么？我刚刚都跑到红色那边去死哎、欸！谢谢，谢谢，杠杠，对啊，各种抖内，我抖了至少四套了。感谢杠杠，杠杠，难怪我们那个装备用不完啊！我以为那个红色那边是我们的、啊，真是啊！啊，如果摔到中间线，这条白白的是那谁的、啊？你下次可以试试看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下次你下次跳准一点，都有啊，这也太难了，那个复制一套。其实在玩 drop 有没有？真的，有可能就都没有了。是的 drop， 丢看看，丢看看，没有没有吸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要下一场。结束了，中介相清除。对啊，应该是。那开始的时候会重色。嗯嗯。好，我们可以换一张岛。好。好，飓风河谷盛产绿宝石的巨岛哦，岛上经常刮起可怕的强风哦。那这个绿宝石，我自己是觉得他敢说出来，应该就真的会，应该是真的会真的做得出来，对，很危险的，会被吹走。不要，永远不要小看这个作者啊！嗯，要小心哦，这次。有很多绿宝石可以抢，但是呢，也要小心被风吹。好 ，OK OK。哎，那我们这次分数就5000分好了，好一点。好，所以要好好防守，不要再被人家边缘人了。哎、欸、哇塞，这个掉到水里面爬上来也不好爬哎、欸。对啊，真的小心。哎、欸，如果有风的话，就吹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偷 看, 偷看一下！哎、欸，随机分队，分分分分分，新哥来准备，不用不用动啊！好好好，走走，可恶要动。以前你有问题就大喊西瓜，你就什么都懂了。我觉得等一下我就会死掉啊！红队伤害开起来！啊，来来来！来了没？来了没？200来了没？还没，还没。嗯、我发现200来了。我们这次也要抢中间岛，中间岛有大密宝、啊。有密宝？嗯，有大密宝。都没有到。其实就是那个绿宝石也是密宝之一啊，所以没有有更大的密宝，有可以让起死回生的能力。哇！啊、你都先偷看了，那我们就走。因为刚刚经过什么？偷看。他应该都会清光光。嗯，清清清，让他清一下。他刚刚有说到后面他会卡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因为那时候有人在盖新的岛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有人在盖岛就会。哦，近射过来了。来来，那个存，我存好了，我存好了，存完了。然后镜像，镜像。对啊，镜像好不舒服哦。对，忘了留一点给自己。给你们农场。农场，农场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好，那我先买压力板，买压力板，买绿宝石。啊，剩下钱那个 Zero 就交给你哦。你说盖去中央抢吗？我来了，农场来了，农场来了，农场来了。好，来吧。盖了几个绿宝石啊？我两个啊，一开始就两个。好好好，那我把核心买一买。
好，然后中间桥。哦，我就这样子买一个吧。你买几个核心，欸、小雨？我买两个。好。哦，两个都有。有。那因为我觉得绿宝石还是真的要先存，不然那个铁太慢了，对啊，就只是会不小心踩到而已。我们刚那个铁真的太少。哇、哦，铁好多，铁好多。其他暂时先晚一点吧。看一下。等一下哦。巨币买个两个。我还缺一个。缺一个打。好。我各两个岛都买了，BB不算啊。核心，哎，我要三个。哦，这个搞的颜色也变了，看起来好不习惯。对啊，变铁镐。这边是铁镐。好好，哎，对面还没过来。你是一个罗恩。错一个。他们还没到是不是？还没，他们盖都还没盖。都有很多桥，让我来。他们要拼附魔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拼先到了，有一把石，封，我死了，我被风吹下去了，我傻眼，白痴哦，作者，傻眼，大密宝，作者好多哦，18个哎，我被吹下去，是怎样吹啊？他会一直吹你。你会很难移动，然后就不见了。